因为有101，高雄也有梦时代跨年派对，请到呢创作女神陈绮贞来担任压轴，不但是秀台语，还唱新歌，让歌迷嗨翻。只是呢，演唱的过程中哦，疑似是音响出锤，现场出现了没有声音的状况，但女神呢是依旧镇定，照常唱完，还反问歌迷刚才是不是有小惊喜。而整场派对在倒数过后呢，上场的则是 3D 光雕秀，是以深海派对为主题，用视觉震撼迎接新年第一秒。清新中带点性感，创作才女陈绮贞登上高雄跨年舞台，还特地秀了一段台语。不管今仔日是什么日子，吃着好料，就想着你，哦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。台语连还没取好名字的新歌也让歌迷抢先听，跨年压轴演出诚意十足，只是唱着唱着，哎，现场音响疑似不给力，小吐槽了。刚刚是不是有一些小小的惊喜啊？选秀节目闯出知名度的林心怡，还有饶舌歌手大只也带着徒弟小人登场，甚至阿喜等等艺人轮番上阵。三、二、一，跨进2017年，百货公司的外墙瞬间变成大型屏幕，透过 3D 光雕投影，各种海底动物悠游化身成为一场深海派对。就算音响有小状况，但民众热情不减，共同迎接新的一年。记者蔡婉如、乐格爱高雄报道。